次日下午，秀敏在首尔禅市室内体育馆举行了单独粉丝见面会。此次粉丝见面会是秀敏的首次单独粉丝见面会，也是5月7日入伍前夕举行的见面会，因此更是意义颇深。当时粉丝见面会门票预售同时就全部售罄，甚至还追加开放了其他席位，吸引了人们的关注，并有着强烈的反应。此外，秀敏还将于韩国时间5月9日下午6点在各大音乐网站公开新曲《You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